上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终于来了，那我们就开始谈谈条件吧。慢着，我有说过要和你们谈判吗？我是来安抚受到涂鸦惊吓的外星居民，维持乌巴星正常秩序的。你们两个最好乖乖投降。原来你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雕像啊。我可以让他们重新打造一个。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呢？啊，你们最好乖乖投降，不然。这呀，我最满意的耳朵。要不要谈判呢？我警告你们最后一遍。我最喜欢的嘴巴。停停停停，谈判就谈判。这就对了，我的雕像啊，心疼死我了。守住所有出口，一切就绪，就开始抓捕他们。收到。看你们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没有人能威胁我普利斯，没有人。我们的要求也不高，已经列出来了。也不多嘛。这么长？既然要谈判，我们肯定做足准备呀。开始吧。要求特困星人每天至少有20小时的睡眠时间。不行，每天8小时才是正常睡眠。啊？好好好，20个小时就20个小时。全民运动会取消纸压板跑的。不行不行，纸压板有助于脚底按摩。行，取消就取消。喵喵。看你们还能得意多久。怎么样，一切正常啊？看来机关重重哦。一定是在那里，可是也难不倒我猪猪侠嘛。哇哦，猪猪侠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啊。
耶！哎呀，哎，帅不过三秒。嗯，哇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！找到了，嘿嘿，任务完成。还以为有多难呢。啊！这下糟了！猪猪侠，快上来！我了，赶紧逃啊！快走！迷糊博士，糟了，被发现了！猪猪侠和铁拳虎被发现了，我们得赶紧离开。是你们，淑欣啊，在这儿。太棒了，不过还不是高兴的时候，先逃掉再说吧。第101条，炸弹军爆炸音量不准超过30分贝，这是拖延时间。好啊，竟然敢耍我，抓住他们！啊！快回总部。是。老大，正好手痒。准备。超星王虫，小声。我们不能在这里耽误时间了，要赶快跟猪猪侠他们会合。钢齿虎，石甲熊，太强了！大山、小圣，合体！糟糕，这你们的行踪已暴露，请立即投降。不是，现在只能硬冲了。行动，超星盲虫合体。
会合体。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否则就走不了了。他们在前面战斗，我们从旁边绕过去。能顶住吗？还可以。门要关上了，快走！冰火铁卫。13号，13号，快！13号，快点儿啊！啊！这啊！猪猪侠，快跑吧！13号恢复正常了。五角飞船，五角飞船！为什么都挤在我的飞船上啊？别说那么多了，快走！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力量。如果没有超